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？空荡荡的。是你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贵妃娘娘怎么坐在地上，不怕着凉吗？我们主天天看着龙椅，等着皇上来。这一路走来，本宫一心想要越过你，没想到今日沦落到这般地步，还让你巴巴的来看我的笑话。都是宫里的可怜人，谁又能笑话谁什么呢？既然来了，就过来坐吧。你想说什么，便说吧。汐月，咱们在这宫里都活了快半辈子了，却还是活在别人的算计里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被你们算计进了冷宫，好歹现在出来了。你如今这个样子，你知道是为何吗？除了你算计我，还能有谁？皇上让齐主给你医病，你的身子却是越来越差，这是我能算计的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现在喝的药里边比齐乳给你开的方子多加了几味药，多加了这几味药呢，从症状上看也是有所缓解，但其实是伤了你的元气的。齐乳为何要害我？还是谁指使他这么做的？是皇上、太后？这件事呢，我只能知道这么多。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或许你更没有想到。你想说便说吧。把那镯子给我。要镯子做什么？你我侍奉皇上多年，一直未有子嗣，全拜这个镯子所赐。这镯子里边藏着伤人血气，让女子不孕的零陵香。零陵香，哪有什么零陵香？Thank you.
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一样带着？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。有一次摔坏了镯子，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，才知道了关窍。我现在戴的镯子自然是剔除了零零香的，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。 也不知是不是让他伤了根本，他为何要这般害我？你对皇后忠心耿耿，她却是把你当做一个可利用之人，而我至于他呢，从前底选福晋的时候就落下了心病，忌惮之外，也需要防备。 他送你我这个镯子，就已经拿定主意，不让咱们生养了。怪不得我们一碗一碗的做胎药喝下去，也无济于事。他为何要这般对我？我对他忠心耿耿，鞍前马后，从不敢有二心。 什么让他是我的坐在他前头？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。他为什么要断了我这门亲事？为什么？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？ 是不是就想知道我们对你做了什么？这背后可少不了皇后的支持。今日我便说给你听。你要真想说，便说给最该知道的人听。 求求你，让我见皇上一面，让我见皇上一面。如懿，如懿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见皇上一次，让我见皇上一次。主，主，奴婢扶您起来，让我见皇上一次。主，如懿，让我见皇上一次。